我觉得现在是因为九孔红了，比较没有办法忍受这种肢体的搞笑。哦，觉得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不要瞪我，我不是说你大头症，我觉得就是人到了一个，我是大头症啊，我头被你打了，都变大了，大头症，小伟，对，小伟上，来，下来，小伟，小伟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过来，冷静一点，都不要过来，冷静一点，你们的节目太可怕了，上一次节目，我告诉你。可能要休养三个月。我觉得你们真的出手太狠了。不是，我们这样好了，因为特别节目啊，有些观众出国过年，我们先还原一下当天的情形。不要再打我了，不要再打我了。其实啊，很多人如果说过年放假的时候出国去玩啊，没有看到我们的特别节目，不知道这中间有一些因缘在。那我们要还原事实的真相啊，来看一些历史镜头，其他录像。我做节目这么久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以前呢，我都不会站篮，然后常常把人家打受伤。结果搞得这个老家伙已经出道20年了，还不会站篮。你大过年的，你要出人命啊！哇塞，我自己都没有看过，太好笑，太好笑。没事，这个老家伙我们就不要理他了。继续，反正他已经过去了。继续，不然你们三个，继续来嘛。你们当红的，你们旁边这么开心，不是，我们有一点的交情了嘛？你在那边袖手旁观那个样子，我有看到哦。还有你，你最重要的是你也是我大哥，我跟你拍了那么多戏，对不对？从灰灰母流席、侯立威，你也我大哥，你在旁边都把我出气的，就你在旁边笑的比谁都开心。而且还偷偷问，还打了一炮。你真的不要再讲，我突然想到我当时出手的理由了。你不要再讲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你不要再讲，我跟你讲，都是你，我亲你一下，他就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吗？不要再亲，我就在那边亲一下，然后他就冲上来打我了。啊，算了，你来看戏的，我还好。为什么？你年纪那么大，你都不来救一下吗？啊，小伟，你那时候为什么出手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我亲他干你什么事？啊，你要不要冷静一点？冷静一点。怪不得很多综艺大哥都讨厌你，张飞也讨厌你，综艺大哥大，九孔也讨厌你。不是，我觉得现在是因为九孔红了，比较没有办法忍受这种肢体的搞笑。哦，觉得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不要瞪我，我不是说你大头症，我觉得就是人到了一个，我是大头症啊，我头被你打了，都变大了，大头症，我被你打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说你终于知道原因，什么原因？太欠扁了嘛，什么表演方式？人家是主持人，我们再把刚刚的出场重播一下。他们屈中恒一个月讲的话都还没有你刚刚那一段讲的多。你不能怪我，因为你们没有效果啊，懂了吗？你以为我就这么贱吗？你问你们优的话，哎，把那个干嘛这么累呢？那个束紧子那个先准备好，我看等一下又要被扭，冷静一点。小伟为什么会扭得那么大力呢？我真的不觉得，我觉得不觉得，因为你问他就聊我是那种毛起来啊，我就毛起来，我就不管。我们曾经合作一个案子，就是。周华健跟任贤齐联合出的一张唱片，在那张唱片的宣传期呢，他才让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人的忍痛程度会不一样。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。我比方像您常拿那个棒子，那我自己会试，就是狠狠的打自己，会叫别人狠狠的打自己，你就打就觉得好没感觉哦，好，那等一下录影，这种方式来打别人，应该也是效果很好，声音很大，但没感觉，就一打人家就跪下去，眼泪就流出来了，怎么办？他的感觉就好像是卖葱油饼的阿诺，一天摆个葱油饼魔王，卖葱油饼的阿诺，他卖葱油饼的嘛。那有时候三温暖我喝醉了，然后泡三温暖，他试水温有没有？哎，不烫，那我整个丢下去上气，就跟瞎子一样。他那个出手。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真的，其实我也不能怪他哥，我本来要翻脸了。你看刚刚起来有没有？起来那个，然后想了一大堆，本来要翻脸，过来一看到伟哥比我大，他如果一回头，马国碧白羽。
其实我觉得人是会有那一股的那个。对对对。那我觉得你要反省，如果说我去练点少林武功，我就不觉得痛了。这很重要，因为有些人他不是故意的，我相信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他觉得这样很好玩，而且他觉得很轻，这个是很轻的。很轻。我不但觉得很轻，而且我觉得我用我的方法，我什么方法呢？我其实是我把这个我的手固定在一个位置，让这个拳。我跟你讲不清楚，我们今天再。没有试一遍。小伟，你刚才说每个人耐痛程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不要我们来试一下，你来勒一样的力量。我其实真的就是让我的这个圈圈是固定的，让你的头可以在里面这样转。那他怎么会说他断气啊？没有，你那天我卡住了，我没有办法转。而且他还不能呼吸哦。其实真正用力是这样。我还以为我是鱼哎。那我们要让人家知道什么是真勒脖子。你要我真勒吗？真勒，但是我拍的时候你要放手。哦，你也会怕、啊？先讲好你怎么拍。哦，OK， 好。用力了哈，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样，一直持续大概一个钟头，我们看到底会有什么效果。不拍就不要停哦。好硬啊！